哈喽，大家好，我小钟啊，我现在是在台北市的警察局门口啊。警察局的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，今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。另外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有一位台北的地道的美女哦。你是不是等了很久啊？我们在对面，这就是我们老朋友 Ann。 嗨，那我们走吧，进来了。这边就是警察局啦，哦，这边是食堂。就是这里吗？走。你有来过吗？他都是在地下。员工餐厅哈。你不用握紧我的手，你不要怕，放心大胆。这边有意面。哇，好多人呢。这是奶茶吗？咖啡，好像也没有特别多的选择。咖啡、奶茶，还有沙琪玛。哦，好像已经周三公休。这边是卖什么？小火锅。这边警察局的餐厅是可以对外开放的，所以普通人也可以进来吃。但是餐厅其实不是特别的大。这边的一份锅烧面好像差不多都是100左右吧。100呢，就是22块钱，生意还是蛮好的。哎，那我身后就有一个警察在这里吃饭哦。这边应该有很多警察。对，小龙现在在这边打个饭啊，看一下咱们吃一餐饭要多少钱。请问这个是什么啊？炸弹。炸弹哦，要一个。好，可以。嗯，这个也要一点。可以每一样都来一点吗？好好，可以可以，那交给我。谢谢您。交给我。好嘞。你就好了。好，这个是什么呢？杏鲍菇。OK。哇、wow、哦，这个是马上都要收摊了吗？都已经卖完了。哎，差不多一块就好了。那个这个是豆腐吗？卤的豆腐。卤豆腐。卤豆腐。要一块给你。好的，那个呢？豆芽菜。叶菜。嗯，可以。叶菜。这个也要来一点。好。哇，好多啊！他就多给你菜。谢谢哦。谢谢你喽，就是100块一份哈。哎，对，谢谢。这个汤应该是蛋汤。我们的饭打好了，书包放这里，太放心了。这警察局啊，这边是黄妈妈果汁吧，然后有很多。我要一个柠檬芭乐。你看它这一边饮料也很便宜啊，5块钱左右吧，人民币，所以很划算啊，在这里吃饭。这个是芭乐柠檬。那这边也有卖吃的萝卜糕，我们先来尝一尝这个柠檬芭乐啊，每一口都是果肉。这一杯的话好像就是5块钱啊。大陆应该是说牛油果。牛油果，你们是叫什么？洛梨。啊，洛梨果。对，台湾是说洛梨。大家觉得这一份怎么样？100台币和人民币22块，全素的套餐，就每样都来了一块。这一大碗也是100，差不多111台币，也是20多块钱。好喝吗？你很高哎。我170。1.7米。这个是豆包。豆包是吗？对，然后这个应该豆，然后这个看起来是香菇，但我不确定。炸弹。哦，这是炸弹。这个是炸弹。炸弹。对，其他我就，这应该杏鲍菇吧。这个是杏鲍菇。嗯，我不确定。你吃一下。所以其实来警察局吃还是比较便宜的。你们一般人想到警察吗？我还好。警察好找女朋友吗？就是在台湾的话，大家都觉得警察就是比较会玩一点，所以一般女生好像会玩，就是会工作比较多，就是比较多，可能认识很多女生，然后就比较会玩一点。啊，会玩一点，会玩一点，这样的警察更会玩呀。哇，这样子的。然后所以大家都不是，对，台湾女生都比较喜欢。那台湾女生一般都喜欢找什么样的？工程师。那我不是很吃香啊。你又不是工程师。我是工程。我之前的对象是工程师。做什么的工程师？他是念硕士啊，可是后来他当兵前跟我提分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他觉得不是。这么漂亮的女朋友都要分手，像我们的观众看到 Anna 绝对会主动的要联系方式。是啊，我小钟的粉丝很多都是在
非洲打工的土木工程师。刚刚我们想了解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台湾女生一般都会喜欢工程师嘛，哈，你说呢？对，工程师就是工作比较稳定。可能在大陆的话，喜欢工程师的不会特别的多，因为会比较工作会比较多。应该是说，就是主要是薪水。薪水会很高吗？就是在台湾的产业链里面，工程师的薪水是相对比较高的，就是尤其是软体业。好，你是说软件工程师？对对，就比如说什么台积电啊那些，会很高。台积电跟联发科这些，这一个产业。好吧，有没有会觉得像工程师会比较单调啊，没有那么有趣？其实还好，因为工程师的生活圈相对比较单简单一点。如果想要成家的话，可能都会这一类型男生为主。简单一点，适合结婚哈。就是如果是想要谈恋爱的话，还是就是看看就是。性格你能吃完吗？可以啊，那说明这个味道不错啊。还可以，你要不要尝一下？我不尝了，我吃这个就好了。我吃素。这个都没有加糖哦。嗯，谢谢。这个阿妈好体贴啊，还问你为什么没有喝，是不是因为太浓了？好，我在吃饭，我怕喝了之后这个又出糖。我这碗饭已经干完了 ，Niki 也干完了，你加油哦。看得出台妹的区别啊，你看人家吃的。我是旋风时期，旋风时，你是香妹，她是台妹，台北警察局，我们吃了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美女去啊。去中山站。我们现在去中山站，为什么要去中？美美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大家认识台湾的女生。那我们现在是已经到了中山站了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好看的女孩子来这个站呢？因为这附近有很多下午茶店，哦，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书店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就台湾的书呢都是从右往左翻是吧？对。写呢也是从上到下写。我们有念《论语》哦。哦，也是翻着的，这个就感觉很像古书了。以前我们都会那个念孔子的书。对的，在台湾教师节就是孔子的生日哦，9月28。这边呢也是一个商业中心，对面呢是成品。就是要看女孩子美女的话，就是要来中山站是吗？对。这边有一些摄影师啊什么的来这边拍照的。可以。脸红了，脸红了。我跟我男友都拍照。真的。爽。那边，看那边。哦，对啊，对不起。竟然被认出来了。拜拜拜拜。小周有粉丝，我跟你说他今天到处都有人认出他来啊。是男生比较多还是女生比较多？男生比较多，80%。来中山站就变女生了，因为这里女生比较多。